来台南吃这就对了，红到全世界，签到外太空，太干后奶嘿梅森，看到这个拔丝地瓜和 Q 奶哦，就知道我们来到了传承烘焙坊。这两款面包是所有人进到传承绝对会带走的美味哦。帅师傅每日手工制作，使用新鲜火龙果制作的面团，包入地瓜泥和流沙麻薯，裹上红曲粉哦。他们超用心的是，还做成像地瓜的造型哎。再来就是拔丝 Q 奶，带有淡淡黑糖香的面包体。裹上自制的伯爵奶茶内馅，再放上蜜波霸及灵魂金沙麻薯，这看起来超像大颗的甜饺子哦，就可以放进烤箱咯。刚一出炉就是一个字，超级无敌香，各位光看画面应该就闻到味道了吧。他们出炉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哦，通常一上架就会被扫光。至于为什么，你们先看我吃，再自己去体会吧。拔丝 Q 奶面包松软好入口，一口咬下层次感非常丰富哦。伯爵奶茶和金沙咸蛋黄在口中交织，创造出超浓郁的滋味。拔丝地瓜也没再跟你客气哦，地瓜的清甜与流沙拔丝互补的非常完美。内馅饱满，口口幸福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拔丝 Q 奶好像在吃顶配版的珍珠奶茶。最后推荐必买传承奶糖酥，全世界只有这里有哦，而且是牛奶糖内馅哦，超赞的。